对，先放了。走了。对，能把那盖拿下去。哎呀，这个食物呀。
吧，还觉着好像挺好吃。像我们是吃过好牛肉，一口吃下去没法吃那玩意儿。又得吃了好牛肉，来，这个，辛苦了，咱们这里还是有这个条件，还是很幸福的。哎，咱们在这儿真的说一句实话，起码吃东西放心，不用担心这个有毒有那个有毒的。气候好，各方面对，不用担心这个有毒那个。其实我们这些中国人之间互相，大家你拉我一把，我拉你一把，互相照顾一点的话，比在国内生活不就好多了？可能就是做生意的机遇没有像中国那么多，因为中国的机遇就是人多，对吧？他那个机遇就多，可是那个竞争起来，那真的是。在中国，一个是关系，一个是权，对呀，一个是钱，一个是权，没有这两个的话，很难。现在我们说的Ken，那你为什么买的？我是在一个地方上买的。说说信用卡不够，咱们肯定买，肯定买，先算买家，没有买先算，怎么没有买先算？他大有啊，便宜啊，这个自己就可以，马报销到大市场去退了，有钱的，不吃了，买不吃啊，一下没了。一个是这个，再一个是这个，新鲜的饭刚下来，吃不吃？北方人，对，我山东人。哎，可是糖蒜南方人也爱吃，还挺好吃。不是新鲜，就生吃大蒜那个应该是北方人。这个生吃大蒜，杀菌的。是生的，但已经是甜的，尝尝，很好吃。真的，我南方正宗南方，你尝没尝这糖蒜？你可没吃过，糖蒜南方一点不辣，不辣，一点不辣，别酸味儿，真的，你扎不扎那个汁儿？自己腌的。那个小米都是好呀。
需要多厚啊？这肯定是沉的，对吧？小米上次一定要新的才好，不好吃，一点不好吃。小米，你买的时候你看着那个颜色，如果就发红。不用别人呐，就我们在座的很需要投入。我想吃小米来着，但是买了两次都不好。能放锅里的尽量放，或者腾出地方来还有热菜呢。还有烤鸭，有蒜泥白肉，有水煮肉、水煮鱼片、水煮鱼。你这烤鸭自己给它烤？不是，那是谁在中日的上海？但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自己调酱。我们烤鸭是挂炉煮。我们烤鸭那个挂炉啊，都有。这里面一只两只鸭子，对呀、啊，折腾半天，你还不如干脆就买一只来。那成本太高了，还不如买现成的。就是。现在市场上，都能买到野菜了。这个超市里都有的。他就卖在超市。现在自己人已经认知了野生菜了。现在他们大白菜、大白菜、大白菜，大白菜在市场上也能买到。现在大白菜也最近是在中国化的一个菜。是。但是质量比较好。对，都是空心的。哎，能跟谁比？能跟消费者比就算了。人家卖的很正常，消费上的东西啊。那里边这个地方还有没有那个莲藕吧？没有啊。莲藕，干吗？以前有人种干的，很少。那个秋天性，那个好像。莲藕，咱们家也有啊，新鲜的干的，干的吧，在水的，不在水的，在干的。看什么？这儿没有的。这儿我看到。还有那个山药。还有这方面的有。因为秋天性，那个糖已经种进去是。谢谢。我这你这个
偷，其实说到底都是这个自己的功能处。嗯，说到底都是自己的功能。是。我这一次餐具备好了。是吧？嗯。我餐具买的时候可能买的很高档，你看，就这种，就是很重的这种。对啊，它的是吧？对啊。一般锻炼来讲，没有什么。这个区域目前比较讲究，就是这个。你要是一个客人，你要让他花在1万滴水以上的时候，你得看你周围的环境，他值得。他就这么一看，盘子这儿碰一个口，还得让我用。就那个杯子是他妈的超市里头300块钱一个的杯子，让我拿来喝水，他肯定到时候暴露，对吧？其实你说你投了这个资以后，吃完了他也不说把你杯子拿走，也不是说把你盘子拿走，对吧？但是他觉得我用的是高档的，吃的是好的环境，吃的是好的饭菜，你量太大了还骂你。我就碰上过那客人跟我提意见，说的我们两口子买两个菜，一盘虾仁都吃不了。你我那个菜不都是盖着上的吗？对。盖儿没打开，白花花的一盘虾仁，红乎乎一盘牛柳，我看着就饱了，你让我怎么吃？居然还挨骂了。你说在下头那个区给人家少了你挨骂，给人家多了还有挨骂的一说。盘子很大，对，这一口一点，哎，这一口一个勺里面放点东西，这是一个菜，对，一个盘子放两个勺或者三个勺，这是一道前菜，这一道菜他们将近1万滴水，一勺里一人一口东西，这西餐就两个，对，哦，干净的面，我太懂了，吃完，把那个火柴，可以打了，头呗。